你这是要打给江晴，还是110？我就想掏出来见你玩玩。<笑>是吗？你不是对我这只破猫烂猫一向大的很啊？会突然这么好心吗？我那不是年轻无知、肤浅愚昧吗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呗。不然你动手快点行。 我跟死之前，你得告诉我你是什么生物。猫啊，修炼过的。哎，你们人类呀，真是愚蠢又可笑。这所有的生灵天生就有两脚兽的形态，只有你们人类会认为两脚兽是最高级的。其实你们早就落伍了。 三观有点塌，你让我缓缓。你能等我把人生思考明白再死吗？哎，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。走吧，点。啊，算了，上吧。对猫过。 对人就不过。你念叨什么呢？上道具，更好的为您服务。哎，对了。 哎呦，老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哭了？晚饭你自己吃吧，不要来烦我。啊啊，那。